真的让熙辉跟那个什么陆边亭到底？我们做父母的也不可能替他们走人生嘛。哎，我真是奇怪啊，我两个女儿谈的那个恋爱，都让我感到心惊惊了。万一又发生像上一次那样的事哦，难道就不能够普通一点、简单一点？三立特惠台30频道，爱上巧克力。